海豚跳起来亲吻你的手，海狮和你一起拍手，魔鬼鱼被美食召唤，海龟慢悠悠地游着泳。分界洲岛果然不会让人失望，这里有海南最友好的海洋动物。怀有海南第八站，陵水。这是一个把气候、地域文化分界的岛屿，也是心灵的分界线，远离那些喧嚣和烦忧，来这里追寻中世纪的理想之门。矗立在悬崖上的月光古堡，一世而独立，只有不远处蔚蓝的海浪与它应和。我去的那天风很大，海浪拍打在礁石上，激起比我还高的浪花。在山顶许下心愿，海风能不能读懂我的思念？